原住民族是台湾原来的主人，但传统生活领域中至今还充斥着各时期殖民统治者侵略的碑文与外来移民的拓垦纪念碑，祖先捍卫家园的血泪史却逐渐被遗忘。重建生活空间的历史记忆，落实原民转型正义，又该如何建制具有我族历史观点的纪念碑？请锁定 TITV 原氏部落大小声。